色的狗耶。好怪的狗啊。哇，它跑了，我们去追吧。哥哥，抓到了，我要养它，养大了让它当小马。笨蛋，你冻死了，狗拖不动的。不见了。人家的小马金色的。不哭，到前面去找找看。姑娘想看看什么？我这儿的货可是全得很，东西南北的特产，凡是女孩子家喜欢的，只要你报个名，我保准给你找出来。真的，说得出名字的都有。姑娘尽管开口，要知道秦川的铺子里，我说自己的货第二多，可就没人敢认第一了。这么好，那你帮我拿西边沙漠里的呱唧呱唧大眼蛙。什么？什么蛙？没有吗？我要南方树林里的扑悠扑悠大头蛇。果然这些东西都很少见吧，我也只是在书里看过记载。姑娘，不如你瞧瞧京城三宝堂的猪嘴头花，或是江都万方斋的胭脂水粉。那些我都不要。那边的那藤金黄色的是什么？这我怎么不记得进过这样的货，哪来的？哎呦，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我的货呀！这几盒水粉可是独一份，贵得要命，就这么洒了。毛团跑了还能买吗？小姑奶奶，你哪只眼睛看出那鬼玩意儿是我这摊子上卖的？真个邪门，胭脂水粉被砸了好几盒。算了算了，眼瞅着不吉利，今天早点收拾收拾，不做买卖了，你走吧。好吧，那毛团是什么呢？黄澄澄的，真好看。少翁偏心，凭什么我就不能和他一起去找玉衡？好不容易又见面了，他却要匆匆忙忙离开秦川。还是娘那句话说的对，人不如心，衣不如旧。哎，几天没回家，回去免不了一顿骂，不如先去学堂躲一躲，若被问及，就说先生与我们比竹叶谈。兰师，你可来了，这几日都没见你，那山贼窝的事又闹得沸沸扬扬，我真担心你被他们抓了去。那个我此言差矣，以方小公子的本事
怎会被那些毛贼擒住？我还以为小公子是跃出红尘，皈依佛门，或是求仙访道去了呢。何兄，此言甚妙。方小公子行事，岂是我等凡夫俗子能够参悟？你们，蓝生哪里招惹你们了？每次都要挤兑他。求仙访道又有什么稀罕？这世上本就有神仙精怪。我这回出门，正是去帮一个修道的朋友。哈，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方小公子交友如此广阔，竟连修道之人也识得。小公子可不像我们，日日要发奋念书，考取功名。方老爷虽说出家做了和尚，赚的那些真金白银还不是往方家做，借着降妖除魔之名又结识了不少达官显贵，小公子那就是靠着金山银山吃穿不愁，未来的仕途也是不愁。胡说八道，方家如今吃穿度用都是姐姐姐夫经商所得，我跟着爹只不过学学拳脚功夫，从来也没见过什么大官。便是这么说，秦川又有几人会信？可惜啊，我就没这么有本事的爹。蔡之意，你蓝生，我好像看见你二姐往这边走过来了。啊？杀气腾腾。方家二姐，啊，我想起先生让我去抄书，啊，先走一步啊。我去帮何兄研墨，这笔墨可是马虎不得。周父，你看清楚了，真是二姐。我先不回头，我们现在能往哪里逃？我进屋，你撑住。方兰生，二姐，什么风，那个把你吹来了？哎，你这猴儿，这几天又去哪里胡闹了？说。哎，痛，轻点。先生晚间叫我们留下。放屁，大老娘是三岁小孩呢，还不说实话。二姐饶命，痛死了。我说是去城外了。哎呦，逃课跑去玩，你倒是长胆了。不是玩，而且你先把我耳朵放开，要掉了。给我记牢了，下回再敢胡闹，就直接拧下来丢去喂狗。是，一定记住。整天不学好，像个猴儿上蹿下跳的，若不严加管教，再几年就变成你爹那样的烂人，花天酒地，没个正经，临到老了居然出家做什么和尚，仙娘替他伤心的还不够吗？嘀咕什么？没有。论语抄四百遍，后天教育我。四百遍，后天怎么可能抄得完啊？抄不完也得抄完，敢再偷偷溜掉，就等着嘴巴里塞满泥巴进猪笼。
二姐，我是男人啊。就很难。我大义凛然和他讲道理，挽留他纠正，痛骂了一百遍呢、一百遍。唉，在学堂要被同学奚落，回家还要被姐姐训斥，真想把念书什么的通通丢了，离开秦川，再也不回来。难怪人家要说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要是女人都像姐姐们那样凶悍，我看我一辈子别成亲好了。千余，今日之曲如何？你做的曲子总是好听的。你天天来给我弹琴，我不能报答什么。等到有一天，我修炼成了通天彻地的应龙，就让你坐在我的龙角旁边吧，乘奔御风，看尽山河风光。山中不知岁月，待得久了，心如尘水。弹琴奏乐，本是为了怡情，但若无你陪伴，未免也太过孤单，何来报答之说？不过你的话我记下了，纵然千余尚有数千年方能修为应龙，今日之约，永远不变。屠苏师兄，为什么执剑长老不许你和其他人一起练剑呢？听说你的剑术好，福屈好想你能指点两招。师兄，不如我去求求长老，不要总是让你一个人，多孤单。师妹只要得了空，定会多过来陪你讲讲话。千余，太子，长琴，小婵，夫婿，谁？是你。今日朔月，由苏家告辞，便觉头痛难当，来客栈休息片刻，竟睡着了。为何又梦到那个叫太子长琴的人？明明从未见过，梦中感觉却熟悉无比，甚至觉得他即是我，我即是他。阿翔，定是发现了什么。
多谢诸位前来。今日我家小姐抛绣球招亲，希望以此觅得佳婿。俗话说得好，姻缘由天定。无论是哪位公子接着了绣球，只要品行端正，未有妻室，便是我家小姐的未婚夫婿。孙家可是秦川第一富商，要是做了他们家姑爷，光是小姐的嫁妆就够花一辈子了吧。但我听说孙家不简单，一个做生意的，黑白两路都吃得开，这里面可得有多少弯弯道道。而且孙小姐体弱多病，要不你她这年纪怎么嫁？钱再多，你愿意娶个病牢回家过？管那么多，想有钱就别怕事儿。再说了，孙小姐是正妻，又没人说不可以纳小妾。原来如此，弟兄高见。孙小姐，张新之仰慕你许久，等下定要往这边抛啊！一边凉快去，就你那歪瓜裂枣样，快扔吧，快扔吧！是骡子是马，扔了就知道了。一群庸人，胸无点墨，孙家小姐才不会多礼。见血的女妖怪啊，快让开，快让开，我被妖怪追。摔得疼死了。这是什么？请接到绣球的公子上前几步。方兰生，你委实可恶，自家姻事还来断别人才那个路。那不是城西山上方家的小公子吗？方家，论家境与孙家倒也算门当户对。哎，我怎么就没这样的好运？请接到绣球的公子上前几步。自然再无他人。公子接了我家小姐的绣球，便是孙家未来姑爷了。什么？我不是来接什么绣球的，我是为了躲女妖。对了，女妖呢？方兰生，休要装疯卖傻，得了便宜卖乖。我真的没有。打商量，刚才的不算，我只是不小心跑过来的，不能算。能不能让你家小姐再扔一次？岂有此理，既已扔了便成定局，你这样将我孙家颜面置于何地？莫非是嫌孙家高攀？没这回事。刚刚发生什么？我怎么会倒地上？对了，绣球，那个绣球明明我接住了。你接住的？就是说嘛，我不可能那么倒霉。干妈，一开始接住绣球的另有其人，后来我撞上他，再飞过来的可不算啊。这按理说应是看谁最后接到了绣球啊。你说什么？怎能这样？这根本没道理。什么算不算，讲不讲道理啊？有兔崽子想要悔婚，先过老娘这关。能娶到我家小姐，是你这兔崽子800年修来的福气。小姐容貌可是与老娘当年一般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说不得还比老娘更深一些。小兔崽子，我可不买呢！天哪！
拿到绣球的又不是我。你别看着我啊。再说，你都说了容貌和你一般，这怎么可能满意？放开，别逼我动手。兔崽子不老实，竟想毁婚坏了小姐名节。今夜起你就住在孙家，直到与小姐完婚。喘不上气了，快放开我。这白贵，去找我二姐，让她救我。找你二姐？当真？你也不怕烧纸还引出鬼来？啊，又想起先生让我抄的书还没抄完，先走一步啊。何兄等我。知义，白贵，别走啊。我也想起一桩急事，得快些回家。喂，你更不能走，刚才不还承认是你接住了绣球，想来这儿？关他什么事儿啊？不关我事，真的不关我事，我只是打酱油路过的。混蛋，居然让本少爷替你背黑锅，给我等着！少侠，百里少侠。帮我一下，念在我们曾有患难之情，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木头脸，你这个见死不救的家伙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啰嗦什么，跟老娘回去。散了，幸好那绣球没落在我身上。方公子与孙小姐实是天作之合，令人羡慕。姐姐，你说孙家小姐真和那奶娘长得差不多吗？我怎知道，披着盖头谁又看得明白？若真是那样，我方家那眉清目秀的小公子了。要你多操心吗？走，眉扔得好看，咱们也回家去了。想所事之处便是前面了。